得了了，有一个老六把牙膏挤到盒子里，然后把水渍放到牙膏上面，这个水渍就瞬间疯狂吐血，然后就嗝屁了。这是真的吗？我要揭秘它。牙膏和水渍都买过来了，不多，就花了我这么多钱。哎，解不到吧？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渍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，而这个牙膏就是普通的牙膏，我们平时用它刷牙甚至碰到脸上都没有任何问题。视频中说这个水渍遇到牙膏就瞬间吐血，然后就嗝屁。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假的，可能是它特效合成的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实验看一下。如果世界禁止写作业，你表情包第四个表情就是你现在的心情，所以你是什么呢？第四个表情包，我竟然是比心。原来禁止写作业我这么开心啊。你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第一步先把这个牙膏挤到一个盒子里，然后再把这个自愿参加实验的蚂蟥，也叫水渍，放到这上面。好，放到这上面了。哎，它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嘛。我去，这是啥？我去，他怎么吐血了？他真的吐血了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按说这个牙膏它没有什么伤害性啊，而且这个水质皮糙肉厚又很有韧性，平时人们都称呼它水下打不死的小强，为什么遇到牙膏会变成这样呢？屏幕前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可以打在评论区。